希望对儿童阶段就开始培养着因运动的兴趣。市府体育局上午伫英华市政中心西平广场举办着台南市幼儿运动会，邀请31间幼儿园组成46队，超过1800位亲子热情参与，期待透过运动拉近家庭之间的距离，帮助幼儿健康成长。2023台南市幼儿运动会正式开始。市长王伟清扛着有贵宾做会开锣，由市府体育局所举办的台南市幼儿运动会正式展开。今日的天气非常的好，1800位亲子在主持人安排下进场，现场共有114名全中文吉祥物台湾航天天，作为欢迎大小朋友。本来早上穿长袖，现在都要穿短袖，但是希望大家有一个快乐的周末。很多大朋友、小朋友、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妈带着我们小朋友，那很快乐的度过快乐的星期六，那大家运动，充分运动，充分放电，哦，那能够快快乐乐哦。啊，今天是属于我们小朋友的日子，啊，非常感谢市政府啊来办这样的一个幼儿运动会。我看每个小朋友一大早都充满了活力，啊，充满了期待，跃跃欲试，哦，希望能够带给啊所有的大小朋友一个非常快乐的一个周末。这次运动会主要规划亲子趣味体能游戏。设计多样化的挑战项目，结合体能发展和亲子互动，家长和小朋友作为挑战，也增加双方面的互动和合作，在过程中留下珍贵的回忆。同时也期待透过运动拉近家庭情感的距离，由小朋友自细汉培养运动的兴趣。记者孙英和安民区采访报道。